那天捡的豆奶瓣儿，今天给它灌上。两袋玉米糍粑粉。喝点白糖，促进发酵。用温水和面，有肉方便饼。不好了，洗干净再吃。你有用大人洗个枕和老干妈烧起来，茄子给它投一下子，给它投一下更好裹淀粉，给它捞出供水，土豆淀粉，调个碗汁，水里搁点盐、味精、白糖、酱油、老抽、蚝油，一勺老干妈、淀粉，搅匀乎了。给我六成肉小锅炸，油温升高复炸一次，这菜搁里头滑一下子，倒出控油。锅里少倒点油，葱花蒜末爆锅，花椒面调好的碗汁儿，茄子，滴点明油，炒个猪锅，姜黄，这好啊，新鲜新鲜，哥，吃上。米糊烧茄子跟往回的味儿不一样了。这老干妈烧茄子，搁点老干妈。好吃吧？你都整好吧，泡馍呢？我当然也会吃，我也泡点。酒给他醒了，连吃带喝。倒了整点吗？少盛，那里还有点呢。哎呀，咋都这么吃上了呢？嗯，这么吃省事儿，连吃带喝。再来一张。嗯，大爷多吃点吧，搁外边谁能给你烙？大伯一人端那个烙饼。谁能有那功夫？这事是好吃啊。好吃。
他吃懵了，吃懵了，这回拿起来饼吃了，这不撕哪里了？